又是趁人质啊！还好，我觉得这至少比猎杀好玩，因为你有个明确的目标在那边。对啊，是没错啦。你这样讲，好像你这么说也对，因为你至少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可以直接完成。对，猎杀，你可以不用找敌人，找不到的恐怖分子，一个找不到的恐怖分子。班长又有 fuse， 我这边上去。Hello。我靠，没有。被队友误击。哇！我转，我绕一整圈呢，结果竟然都是我找到的，是怎样？妈的，我用的小枪开无双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我一开哦，然后我就看到里面好多人，然后我就丢个闪光弹进去，然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引来了一堆敌人。